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现在有个数列的，这个数列哈，它这个三 k 加一项的话哈，它数值是一；三 k 加二项的话呢，数值是二；三 k 加三项数值是三，也就是说一二三一二三的哈，这个数列是一二三一二三这样子，哦，三次一周期。然后呢，用这个数列哈，让一个指点哈移动。它的指点移动的规则是什么呢？它也是一二三一二三，不过哈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右下左上右下左上，它有两种周期啊，一种周期就是一二三一二三，哦，这是它的大小。那另外一种周期呢是方向，就是右下左上右下左上这样子。好，那么他问说哈，它这个这个的话哈，就是说它。这个指点哈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此指点哈，由原点出发，最少要移动多少个单位哈，才会回到原点呢？哦，就是说哈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这样子绕，那绕了几个单位以后的话哈，会回到原点的。那么现在的话呢，就怎么看呢？我们现在就把它列表，列表的话哈，这是。右下就是右下左上右下左上，然后呢这些哈，长度的话哈，往右的跟往左的哈，这个长度呢大小一样的话，加起来就等于零。哦，这个左右方向的话呢就回到原点，然后呢下跟上的话，这个大小的话一样的话，它的话 y 坐标也是回到原点。我就是说，往下几单位，往上几单位嘛，到最后就是回到原点，就是 y 方向回到原点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这样的话哈，最后回到原点的话需要几单位呢？我们现在的话就那个把它填上去。哦，就是第一步的话呢，它是一个单位 a 1嘛 ，a 1就是一嘛哈，啊，在第二项二三哦，一二三一二三这样填，哦，一二三。一、二、三、一、二、三、一、二、三，这样填完的话，哈，刚好呢，往右呢几单位呢？往右六单位，往左六单位，刚好就抵消，所以 x 坐标回到原点嘛。啊，这往下呢移动呢六单位，往上移动六单位，也是互相抵消，也回到原点。所以经过，经过。这么多步骤以后，哦，就是说它的那个周期嘛，哈，这个是一二三一二三的话呢，它的周期是三嘛，然后呢上下，右下左上右下左上的话，它周期是四嘛，所以三乘以四哈，整个大周期的话呢是等于十二，哦，这个是一个大周期啊，一个大周期的话呢就回到原点。好，那么它回到原点呢需要多少步骤呢？往右的话哈是几步？往右的话呢是六，哦，往右六，然后呢往下的话几个单位呢？往下也是六个单位嘛，啊，往左也是六个单位，往上也是六个单位，那这样的话刚好回到原点，所以它总共走了几个单位呢？总共走了24个单位啊。哦，六是二十四嘛，